黄西田本名黄日平，为台湾资深闽南语男歌手、演员、主持人，出生于高雄县安莲乡，台湾知名歌手、演员。他曾经演唱了包括《梦你的梦》、《哈哈两兄弟》在内的多首歌曲，也拍过电视剧、电影和广告。黄西田的《流浪到台北》为其闽南语黑白电影代表作。1968年踏入电视剧，演出作品有《孤雏泪》《爱的捉迷藏》《阿西阿西》《中式天公藤好人》《草地状元》《大庙口》《鸟来伯与十三姨》等。黄西田曾与老牌艺人康红搭档主持超过40年，最早开始搭档主持是从歌厅秀到台式的综艺节目《飞跃彩虹》，合作默契纯熟，可说是台湾演艺史的活宝典。黄西田曾主持过台式《银河玄宫》《天天开心》《飞跃彩虹》。黄西田主持三立行脚节目《草地状元》23年，去年12月突传收摊。节目停播后，他首次公开露面，并于13日出席三立集团尾牙，上台与董事长张荣华致辞时，黄西田也说道：“是草地状元毕业，不是黄西田退休。”黄西田表示，节目收摊，一方面是节目形态在转变，一方面是节目久了，并直言：“我自己都腻了，观众怎么可能没感觉？除非转变形态，不然观众看了也会腻了。”他说自己出道53年，从没休息过，作息也很像年轻人一样，经常看电视看到半夜3点，没事还会睡到中午才起床。而草地状元虽然收摊，但他却从未间断工作，目前在有台担任节目总监，已经做了5年多，除了帮忙策划节目歌唱表演的内容，私下也会接广告、商演活动等工作。对于节目收摊，他也说在三立工作30多年，都是电视台陪他成长，连两个孩子也是电视台养大的，与三立感情情同家人。今年23年，可以毕业啦。草地状元毕业不是黄西田退休，还要继续为三立服务，也希望董事长继续提拔，把我当新人来用。台湾现存最长寿的行脚节目《草地状元》日前经传收摊，主持人黄西田则从台北搬回高雄老家，并在番薯电视台担任节目总监。近日他上节目爆料，其实自己曾欠下5000多万的债务，花了8年才把债务还清，如今回忆起那段往事，直言相当后悔。74岁资深艺人黄西田近日上节目《命运好好玩》，他表示36年前听了朋友建议投资录影带店，对方说拍一支可以赚20000块，对方拍了2-3支后就说不要，当时他则将事业接过来做，岂料当年录影带相当容易被拷贝，后来遇到一个美国录影带业者说要做中盘，但后来也不了了之，与5000万的投资就这样全赔光，而这些都还不包含成本在内。黄西田表示，为了要偿还债务，他当时都带着怀孕的老婆到歌厅唱歌，但薪水还没进口袋就被黑衣人拿走，债主也在歌厅外等他下班，幸好后来遇到八大电视台杨老板伸手救援，帮他把债先还清，直言杨老板是他生命中最大的恩人，他帮我整合了以后，我只有欠他录影就扣钱，完全没有利息，有钱就慢慢扣，后来的债务也在8年中不停工作全数还清。黄西田近日携手宝贝女儿路遥登上《那些年那些歌》演唱许多经典歌曲。谈起人生故事，黄西田曾投资失利欠下5000万，若换算成现在的币值大约是3亿元。他经历一段漫长的还债之路，有工作就接，薪水还未入口袋就已经被黑衣人预定，当时竟连孕期4个月的老婆陈静子都在舞台上载歌载舞赚取生活费，患难与共也看出夫妻俩捐叠情深。而女儿路遥在节目中透露，其实新二代的身份成为她无形的枷锁，在演艺路上不跟爸爸有过多交集，起初刻意隐瞒身份背景，甚至用昵称去参加选秀节目试镜等，不希望新二代的身份被多做讨论。
黄西田出道50年，横跨音乐、电视及影视圈，过去更是秀场五虎将之一，老中青三代都知道这号人物。谈起人生故事，黄西田曾因投资录影带事业失利，惨赔5000万元。当时为了还债，有工作就接，甚至连怀孕4个月的老婆陈静子也在舞台上蹦蹦跳跳，努力工作赚钱。因缘际会下，一位节目制作人找他制作《天天开心》，他身兼数职，包办规划节目大小事，竟缔造出每天超过4以上的高收视。虽然成绩亮眼，最终仍因需要还债离开《天天开心》，并继续在歌厅秀这条路上闯荡。黄西田的长女路遥曾入围第48届金钟奖儿童少年节目主持人奖，在戏剧圈的发展也同样亮眼。而起初，路遥并不觉得爸爸在演艺事业的成就会对他造成压力，毕竟两人走的路线不一样。但他渐渐发现，许多人对于星二代都有刻板印象，这无形的枷锁导致他刻意隐瞒自己的身份背景，不想被别人知道自己的爸爸正是黄西田。路遥坦言，我还用昵称出去参加选秀节目、杂志选美及试镜，直到他正式踏入电视圈后才转换心境，我有一位优秀的爸爸，这才是我努力的目标。而黄西田也懂女儿的心情，一直以来默默陪伴她学习成长，相当暖心。黄西田由女传一波，女儿黄璐瑶近期频受邀到宜兰拍摄观光宣传片，身材较好的她虽然包得滴水不漏，但亲和力十足的她完全继承老爸的渲染力。近年因为疫情无法出国，她常常心血来潮突然订机票，向经纪人报备说，我明天没班，要去台东玩咯，机票我刚买好了，先斩后奏，超热血。黄璐瑶目前也是民视8点档黄金岁月演员，上回受宜兰县东山乡之邀，前往中山休息农业区拍摄中秋节柚子宣传短片，这次又到宜兰拍摄观光短片，笑称自己想要成为宜兰观光大使，不止进行铁马一日游，体验农村的慢活气氛。这趟宜兰行，黄璐瑶不仅去了气势非凡高约250公尺的新寮瀑布，也造访古艺生活艺术馆，体验将茶叶变染料，以茶染布，展现中山茶染布美学的独特釉染提取，更到新山茶园去手工炒茶 DIY， 自己采茶、炒茶、碾茶，过程新鲜感十足。74岁的黄西田一直是行脚节目《草地状元》的代名词，20多年来走遍国内外，寻访各行业的状元，出外景已经是生活中的一部分。21年以来风雨无阻，从来没有请过假，但上周末突然感到喉咙不适，确诊新冠肺炎，自嘲赶上这波流行。虽然身体无大碍，但就怕原定的外景节目开天窗，跟制作单位协调后，决定请女儿黄璐瑶独挑大梁代班主持。黄西田说，让我有种吴家有女初长成及传承的感觉，从小他们总是看着我四处奔波探访这些各界状元，这次也让路遥能亲自感受我20多年来外景工作的甘苦。对于女儿的表现，而且看到黄路遥近期也渐渐在主持及表演等方面崭露头角，黄西田身为爸爸真的感到非常高兴，也很希望未来有机会父女联手同台主持。黄路遥虽然之前有几次到爸爸的节目当过来宾，但这次代替父亲黄西田前往彰化寻找彰化分园农会访问水蜜桃达人，又是不一样的心情。他说对这个节目不陌生，但通常都是搭配西田爸爸一搭一唱，独自一人主持难免会担忧观众会不习惯我的主持风格，怕没有办法做到草地状元的节目精神。录影时被婆婆妈妈阿公阿婆包围，抢着和他合照，还被问乡亲们抢着收他当媳妇。黄西田哥听到后还说，你看我不在场他们就玩得那么嗨，那以后我该怎么办。黄西田说，这次确诊就像感冒一样，先有喉咙痛，但第三天就比较好了。他还说应该是主持节目常常跑户外活络筋骨，所以复原得比较快，
也请忠实观众们不用担心，虽然不得不暂停采访主持的工作，有种全勤学生首度破例请假的失落感，但也趁机获得一个自我沉淀的机会。